Hello， 宝贝们，这个视频呢，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做美甲的一个基本流程。那我现在呢，修一个方圆形，先修中间，再修两边，再把两角带圆。修好甲型后，其实我们的指甲下面还会藏一些甲线，我们需要用海绵泡把它给带掉，然后用清洁片清洁甲面，再用海绵泡把甲面泡至无反光点。自己在家做的话，就没有什么手法上的要求，哑光就 OK。第一步，先刷底胶，取胶时要在瓶口荡胶，刷头只留一点胶就可以。先刷甲面二分之一的部分，再向后推圆，后圆和侧圆留出一毫米的呼吸缝，记得包边。涂色胶时也是在瓶口荡胶，取少量胶先涂前圆二分之一，然后再次取胶去推圆。包边时刮掉刷子上多余的胶，轻轻带下就可以。第一层涂完之后去涂第二层，每一层都是薄涂哦。最后我们给甲面进行一个封层，封层要完全盖住色胶，和底胶重合就 OK。同样还是带过包边，做完后用营养油涂在剪掉死皮的位置，按摩吸收就可以啦。